牛油果，我第一次吃牛油果，以前总觉得这东西特别没有食欲。我尝一尝啊，真的是头一次吃，因为好多人说它不好吃，所以说我一直没敢吃。三文鱼我就不喜欢吃，人都说像吃三文鱼的感觉。尝一尝，一股青草味儿。啥味儿没有，还是一股青草味儿，蘸点酱油辣根儿尝尝啊。比较油腻，他们说这东西会吃上瘾，我已经吃了三口了，目前没有，还觉得不咋好吃。还是不咋好吃了。